那接下来呢是第四顺位的受评车型的平等结果。那我们可以发现呢，就是总星级平等结果呢是获得这个三颗星。好，那各个领域的得分率呢，成人保护呢是 73%， 那儿童保护呢是 52%， 行人保护呢是 72%， 安全辅助呢是 40%。那一样哈，我们是把承揽规格资讯呢，一样会接入在网站跟报告，来让民众消费者来做参考。那一样安全配备呢，会来做揭露。那这个车型呢，它总共有三个车款。那我们一样是买最基本的一个所谓的车款哦，就是 1.5 VTI 哦，作为我们的这个受验车款、受验车辆哦。那依照这个规章来做一个确认呢，它三个车款呢都可以来适用这样的一个平等结果。那受验车辆的购买资讯也是在去年十二月购买的。那在成人保护领域的部分呢，它总分呢是42分，他拿到了这个27.747分，哦，那得分率是 73%。那我们可以看到前方偏置撞击呢，原上不管是驾驶或者是前座的一个乘客，都可以获得这个优良或良好的一个保护效果。哦，但是在前方全宽撞击的部分呢，我们可以发现呢，后座乘客呢，在头颈胸呢，是得到比较差的一个保护效果，哦。那在这个侧方撞击的部分，原上呢，不管是侧撞或立柱撞击呢，原上都获得这个优良或良好的一个保护效果。那在座椅边甩的部分呢，它前排跟后排的座椅呢，分别是前排是这个所谓的良好，但是那个后排呢大概是这个优良哦，但是因为刚提到的前排座椅没有拿到优良的一个部分呢，所以我们在 AEB这个四驱系统部分呢是没办法给予分数。那儿童保护资讯呢，大家比较关心为什么他会获得三颗星哦？其实最大影响是在这个领域分数是去换算的话，他这个领域的星等刚好是三颗星。那几个原因要说明一下哦。第一个是在执行动态试验的过程当中，因为他没有配备这个所谓的安全带预负载的一个装置。所以在进行动态试验的时候，我们发现呢，十岁儿童的这样一个人偶的安全带有滑落，哦，因此因为没有束缚效果，所以有被扣分。第二个，我们可以发现呢，撞击试验呢可以发现，在这个十岁的这个颈部，以及这个分数呢，包含这个所谓的六岁的儿童的胸部呢，大概分数大概是获得三个，所以这个在分数都有受到一些影响哦。但在这方撞击呢，都有获得优良的一个保护效果。第二个，影响到的就是它没有具备 iSense 的功能，哦，那因此呢，它在做试验的时候只针对只有符合部分，就是通用型跟 ISOFIX 的这样子一个功能的一个试验哈，哦。那第二个呢，在这个相关的一个安装检查的部分呢，它在部分的一个座位，我们可以发现呢，后面部分的座位，它在车主手册里面呢，没有载明适合这类型的这样的一个儿童保护装置的一个资讯，所以呢，因此也受到影响。举例就像这个呢，它没有去记载合适的这个所谓的质量等级 G2、G3 的这样的一个儿童保护装置资讯。哦，那中间的部分呢，座椅呢，它也没有去登载合适的这个通用型的儿童保护装置的一个资讯，哦，所以因此都会分数都会受到影响，哦。那接下来呢，行人保护呢，的一个领域呢有两大块，刚提到的行人保护呢，头部、骨盆、腿部的冲击试验呢，原上除了刚提到就是说在 A 柱呢比较硬体就是比较坚硬，有获得不良以外呢，其他的大致上的区域都是属于所谓的良好的这样的一个保护效果。那在骨盆的这个冲击试验呢，我们可以发现呢，有部分是属于上壳的，所以对我们这个所谓的行人的大腿骨以及骨盆呢，是有受到这样的一个冲击的一个影响哦。那大腿部的话是属于优良的一个保护效果。那在这个紧急刹车辅助的弱势道路使用者的一个系统里面呢，影响最大的应该是儿童保护的这一块，我们可以发现呢，
整个的一个试验情境里面呢、它在就是我们不是有一个试验情境是小朋友会从车子冲出来的那个试验情境，那个部分我们可以发现它这一套系统呢，从20公里到60公里呢，几乎都撞到。好、哦，但是呢，而且呢，是40到60的这个每一个撞到呢，几乎都没办法有效的减轻伤害程度，所以因此在这部分也有受到一些影响哦，会受到影响。那在安全辅助的一个资讯呢，一样，这一款车型呢，它也是没有配备这个所谓的车速辅助系统。第二个呢，它安全带提醒装置呢，因为这个车型当时它开发的时候呢，它只有符合当时法规要求，它只有在驾驶座具有这样的提醒的一个警示功能，但是它对于这个第一排的乘客座以及后排的乘客座呢，几乎都没有去这个当时在开发的时候并没有这个安全带提醒的一个装置的功能，所以因此在安全带提醒装置的分数几乎就是0分，没办法取得这样的一个分数。那车道辅助系统的部分呢，原上呢，原上相关试验呢都有通过，但是因为它的刚提到，人机界面的部分呢，全部功能都没有符合，所以有被扣到0.5分。那紧急刹车辅助的快速道路系统的部分呢，在比较严苛的情境，严苛情境指什么？指我们有一个所谓的前车跟受验车辆有一个距离，这个距离呢，如果距离我们有分别12公尺跟40公尺，那12公尺是属于所谓短距离。那短距离呢？如果前车突然刹车，就是刚讲的前车重踩刹车，哦，那这样子呢，它这个系统是有作动，但是有撞到，但是它系统还是有效减轻，而其他的情境呢，都有避免碰撞，哦，还是把这个资讯分享给大家了解。那我们接下来分享影片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前方偏置撞击试验。刚提到小孩子的情境，就是从20公里到60公里，那从20公里就是开始呢，就一直就每个情境都有发生到碰撞。那刚刚有一个情境，应该大家比较关注，没有提到，抱歉。提到
滑落的这一块是指这一个，哦，我们可以发现呢，它安全带有从旁边滑落下去，哦，因此被扣分哦。好，那最后帮大家总整一下，哦，大家我们今天的结果刚刚提到的这种不同的得分率，哦，那我们刚刚提到我们把各项的一个所有的试验项目的分数呢，大概原则上都把它套用上来哈，哦。那刚提到我们每个领域呢都有最高的一个总分，哦，那它所得到的分数呢就去换算它的得分率，然后再去对应它的星级的所谓的平等的对照表，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呢Total Caracalities 的部分呢在各个领域呢它都拿到五颗星，所以它的总星等是拿到五颗星。好，哦，那第四个顺位的受评车型的部分，哦，我们来跟大家说明一下哦。原上呢一样是去换算，哦，那我们可以发现呢在成人保护是拿到四颗星，哦，儿童保护是拿到三颗星，协能保护呢是拿到五颗星，安全辅助呢是拿到四颗星，因此我们是用最差的星等来做一个总星等，哦，来用这个方式来跟大家做介绍，哦，让媒体朋友可以更为了解，哦，以上，说明，谢谢。谢谢洪。